全球首台 USB-C 接口 iPhone 亮相，苹果 S94 连接器逆向打造。如果 iPhone 换上了 USB-C 的接口，是不是会让很多人方便很多？不过苹果对这事并不感兴趣，既然不想破坏自己的蛋糕，有专家就自己动手了。一位叫 Kenny Pillen 的工程师表示，自己成功将 iPhone X 更换为 USB-C 接口。这位工程师厉害地方在于，将苹果 S94 连接器进行了逆向工程，然后制作了包含 USB-C 5口的 PCB 电路板。接下来的任务是缩小，然后安装至 iPhone。经过几个月的尝试，Ken终于成功了。